不是很认同不要做这种暴力的行为，他还没达到这个程度，他的头脑就是想。很多这些十来十二十岁的年轻人，我都是受到别人的那个说法，对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去做出这么这暴力的行为，我觉得是比较担忧的。因为我也小也有小孩，真的不是暴力可以解决不了的。好悲哀，因为你十二岁一个年轻人来讲，你应该呢啲十二岁系应该系好开心去玩，不应该参与呢啲咁嘅所谓政治诉求咯。痛心，绝对是痛心，我是绝对反对的，我不喜欢这个我反对的，因为他的年纪太小了，他们不懂得分辨什么是是非黑白，很难相信他这个小孩子会做这些动作。即系扰乱社会就系唔啱啦，冇得解噶。我一个小市民，我唔希望呢个社会咁复杂，搞到咁乱。不要警察就维持社会秩序，维持秩序你又话唔啱。呢个细路仔值得同情，不过同情之中咧，佢出嚟搞事，父母做咩嘢唔理佢？应该父母监管噶嘛，咁嘅年纪。